现在时间4:16，我来到了小乌来天空步道，这是我第二次来，第一次记得是跟雄狮的团，在5年前来的，2015年或2016年左右，蛮刺激的，因为它是透明的玻璃步道，所以我的下方就是瀑布，从这边角度看是最棒的。这是有三轴稳定器，拍起来会更漂亮。小乌来天空步道，从这个角度看，那这里要买票，一个人50元。然后刚刚有问了，就是说如果你要到瀑布底下去拍景色的话，来回大概要1.5小时，那建议是上午来会比较漂亮。那我是很想拍它那个壮阔的景色，今天太晚了，可能要下次再来拍。天空步道